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广播道碧丽阁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碧丽阁在广播道区里面是大型屋苑，虽然没有会所设施，但是附近的公园都足够给小朋友放电。今次带大家看这个单位是属于E座，实用面积612尺，现在我们就是看饭客厅了，间隔分明，摆位亦都好容易。而单位就是属于三房间隔，依家我哋就系望紧第一间睡房。呢一间睡房面积最大，可以当作主人房用。而景观主要都是望翻我哋碧丽阁的楼景。第三间客房面积都不小噶，浴室咧就整齐企理，有窗用企缸。厨房有充足的位置给你摆放厨具，有雪柜，预留了洗衣机的位置。厨房里面还有一个洗手间的。今次就介绍到这么多了，多谢大家看我这条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